好，继续翻到嚟绝对玩 D N 啦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喺所在嘅位置就系呢一个嘅紫渊镇。咁但系紫渊镇有啲咩特别，我就其实唔太清楚。好，呢一度就冇得过去嘅，可能真系要打完个野团啊，唔系野团，系嗰边下面嗰个嘅咩通关个迷宫系啦。可能我哋要过去搞掂咗个迷宫，先至有剧情可以去。咁我哋嚟啦。咁呢度系回答问题啦。上次因为输咗，所以要重新嚟过。哎呀，呢问题啊，身高体重同边只一样？但我福应该唔系啊，连文应该唔系，所以果然用啊。第二题，八边怪同边只一样？大师背啊。第三题，体师咧，鬼师同鬼师通边只重？一样重啊。真遗憾，半只，哎，接受 P K 你要打。哇，呢度会死嘅应该，未必，应该未必死嘅。我谂73咧，佢未进化阴谋先啦。佢话水，唉，死咗啦，已经即刻死咗。奇异花用阳光焰，暴风雪，幽灵气球，幽灵气球就要用鬼系打。地震雨啊，喷雾波，催眠。OK， 死虫系干鸟啊。过未？啊，唔系呢只唔系呢只唔系岩石，呢只系草系啊。地震雨，冲浪，冲浪，冲浪，好鬼痛呢只打人，黐孖筋，下马威，粉到门牙添，仲用。好，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啲答案啦。OK， 除尾怪兽有三只啊嘛。蓝白唔可以学扎根，蛇王厉害，全要答对。OK， 龙虾小兵几多只脚？呢啲真系要我逼我睇咩？我睇白科先打粒赢喎，睇嚟直接要睇白科先。2466只脚。OK， 第二题，边只化石比较重？剑锤龙啊最重。边只有概率唔可以进化？三蜜蜂应该系，落系啦，三蜜蜂啊。OK， 全部答中啦。好，狩猎凤别嘅性别差异，上我记得之前就好似呢条问题输咗，呢、這个问题真系劲难，唔系讲笑。狩猎凤蝶嘅雌雄嘅分别，哦，红斑比雄性少。OK， 霸王花嘅差异，系啊，雌性大啲嘅呢个斑点。铁甲暴龙嘅差异应该系脚比较短，系啦，脚比较短，啱晒。什么精灵同什么精灵唔可以交配？怪力迷信者一定得啦，养个人形。怪力同埋沙罗朵人形，沙罗朵同臭臭嚟唔得。含马威同神速边个快啲？神速快啲。总之，這个咩使用种子机关枪能连续攻击5次嘅几率，這个真系难啊，大佬，我唔识数学，你仲问我数学嘢？1/6机会，系啊，1/6机会就可以攻击5至4次，1/6机会，真遗憾，黐线啊！我上网睇到咗，交叉切啦，再切，好，风铃铃啊，风铃铃系超能力，系地震雨，剑王，光之壁，地震，攀木步，慢慢打呢只我，精神干扰，冇问题啊，哇，暴击！最真人爆极，干了蒙哥来啊！切，哇！黐线，雷拳、地震雨、奇异花、催眠、光合作用，我谂应该要用云雀呢度系嘛？直接用云雀用龙星群，龙星群龙吐息先啦。哇！即死地震雨咯，系地震雨用地震唔得，奇异花阳光烈焰，哇！黐线噶，乜料啊？爆击啊！头先佢催眠光合作用阳光烈焰，黐线仲麻痹添佢，呢只用水打
地震，地面蟹呢只，冲浪，冲浪，龙虾，啱咪龙虾，催眠，寄生，光合状，转地震鱼，剑网，地震，搞掂。好，请前进，仲有边个？帮我回血。好，拥有王者之证特性为连锁技，使用暴露王，暴露王会害怕的几率是多少？好，睇下啦，而家喺度41%，已经有大王出咗嚟啦。使用影分身，36%，正確，好料，搞掂，俾我估中咗喺度。哇，好辛苦啊，我攞封口嘅奖品喎。哎哟，唔知道你系靠智慧定系精灵本事嚟到咧？睇佢个样，应该系后者啦。哎，我唔系话你个脑唔好，哇，我脑咁好都话唔好。可以走到呢度，肯定咧唔系省油嘅灯啊，系啦。OK， 我名字海达，但系舞台嘅贵妇女人嚟，原来使出你嘅本事来。哇，美丽花 good 阴谋吸收拳火焰喷射美纳斯一嚟就黑住我，奇异花焚锐是一定有急冻光线呢条。几种？叶冠阳光呢？杀催眠粉先，自我再生呢条肯定有自我再生，我都估到，所以我一定要瞓咗佢先。OK， 鲤鱼龙，鲤鱼龙就难搞啲，都搞掂嘅。地震鱼，仲冲浪，龙舞。哇！黐线，痛到呕吐。降鸟用阳弓，黑古龙嘅话用奇异花，吹寄生，吹龙盾，阳光烈焰。哇！脱皮啊，条友。光合状先，吹。啊，唔系，佢有个特性添，系嘛？啱啱见到佢龙盾，哇，真系唔嘢少呢只。云雀用龙星群，保护咗先。龙星群，哇，低 B 仲快过我，不过都冇办法嘅，因为佢原本就高 level 影球，呢只都快过我，咁冇嘢好讲啦。哈哈龙，过尾。过尾，交叉前，哇！我完全唔够，冇可能打赢。老实讲，嗰度应该唔系话唔系冇可能咧，但系嗰度应该系要连续打三场，就试下打呢一个嘅最后嗰个嘅人啦。而家要好 ，OK， 美丽花阴谋吸收拳再嚟多下先，哎，好嘢！吔屎啊！仲唔玩美纳斯照嚟影子球，哇咁都唔死，我都未死。好，鲤鱼龙照用啊，一个影子球车埋，好嘢。个鸟用阳弓，黑古龙地震雨啊，地震龙盾，再嚟黑古龙，再地震，冲浪。阿帕怪地震喺度，地震，唉，终于赢到呢一个啦！啊，几咁闪亮嘅战斗啊！虽然咧唔系我全力，但系都感受到咧你战斗中嘅闪光点。不过对战下一人次，我帮你咧回血，佢哋嘅实力咧唔差得一个个，即使唔系全力估计，你都咧吃不消嘅。继续前进啦，下一个舞台等紧你，要打三条友啊！分析中。呢个训练家咧数值等级咧睇嚟偏高啊，值得一战。唔好意思，呢个分析别人嘅坏习惯，唔好见怪。我呢一个系罗木啊，目前咧担任战斗设施中嘅首领一职啊。你可唔可以俾我见识下精灵能力数值？用战斗方式。哇，下面嗰条友，好碗碗啊，开下阴谋先，应该未必会死嘅。哎，放钉好，气化将物攻同防御战调转，咁即系低防啦而家。咁我要用喷射火焰杀咗佢先，我惊佢杀咗我呢度。宝石海星会唔会快过我呢？应该快过我，有机会，只要是但啦。唉，好嘢！哇，只血根电击魔照用喷射火焰，
巨金怪喷射火焰 ，3D 龙喷射火焰 ，3D 龙二 set 喷射火焰，哇一隻秒晒，真系精彩啊！好耐咧未进行过咁精彩嘅精灵对战啦。数据分析咧虽然咧唔可以百分百预测啊，即使分析得全面啊，实际上都有好多扭曲分析结果嘅嘢存在。身为训练家唔好过于咧在乎数据分析，应该咧相信赖自己嘅人。对面咧。前面就是呢个号称咧对战大军的人啊，我要咧帮你调整。如果唔系咧，你输咧肯定系100%，有可能咩？边个啊？个人点解咁样衰嘅只眼？老豆，呢分明就系实力压制犯规啊，唔系话唔用全力嘅咩？我去老豆啊！佢老豆好似系咩管主乜鬼嘢嚟？我睇到你进步啦，小常，不过咧都系争好远。唔错，不过稍微认真你就防唔住，睇嚟咧再修行啦。OK， 你都参加咗呢个，我输喺老豆手上，俾你睇到真系无语，哈哈哈！又见面啦，正如你所见，呢一个活动嘅举办人就系我啊，估唔到咧你识我个仔，我仔 OK 嘛，冇搞啲麻烦嘢啊嘛，老豆，你点可以咁讲嘢噶？有咩关系啊？我咧总算认识佢嘅，但系你已经赢咗前面嘅人啦，而家打低我就可以咧活动嘅通过者，等我见识下你嘅全力啦，你嘅实力。哇，唔系嘛，大干蛇打鬼啊咁我。地震雨先，哇！即刻冇中咗麻痹。地震冲浪，哇！针叶王、森林蜥蜴王，睇嗰副都系用草技啦。Hello 家，叶印斩喷，美纳斯奇花，瞓啦，寄生，哇！到我瞓翻，睇下边个醒。我醒你就死 ，yes， 杨哥呢页，哇到我份，呢度佢应该快过我吧，唔知喎真系，或者冲打佢最，但系我冇冲打得入去，其实慢慢等啦唯有，唉，好继续，边个俾人吸死咧就大镬，边个瞓得耐就死嘅应该系吧，诶搞掂，启步啊！启步龙话用，一系地震念，一系干尿，地震雨。冲浪，其实冲浪都白痴，老实讲。急冻拳，好，哇，真系要打死佢，打死佢，好在佢胆咗，哇，冇啊，冇死住。干尿用阳功啦，睇下死唔死喺呢度，应该未必死，仲要打多下应该。哎，死咗，会心，超铁暴龙啊！奇异花催眠，哇！仙制之爪，岩石重炮，哇！唔中好白痴，哎，终于中啊中啊中啊！呢度用寄生种子，中啊！好，光合作用，催眠粉，岩石重炮又嚟啦，催眠，耶、yeah, ！太好啦，光合作用，哇！醒咗。先呢度159，诶呢只打咁即系呢只喐得啦，哇白痴仙制啊，系啊仙制之爪佢，暴露王 ，hello 加啦暴露王 hello 加啦，阴谋先，咩技啊佢，地震，哇唔知会唔会死嘅呢、這个，啊死咗。干尿啦，干尾，闪电拳，唔好麻痹就得噶喺度，搞掂，大干蛇赢啦，好，哇成，唉，干尾，慢慢片死佢啦，唯有呢度，赢噶啦，我赢噶啦，好赢啦赢啦，唔好麻痹得啦，哇白痴啊，虽然系咁呢个都赢到嘅，龙星群。哇，好在啫，超难打呢友啊！真不愧系你啊，虽然而家唔系万全准备，不过咧确实系你赢咗啊！即使头先多都有认真同你打，呢你奖励收好啦，大师球、珍贵球、气息腰带、力量香草、焦点，只系为咗一个战斗边做个宣传啊！因为咧冇几耐咧战斗嘅边疆啊，这个边境咧就会开张噶啦，亦都欢迎你咧嚟到战斗嘅边境系啦。好，到时候咧尽情享受咧战斗嘅乐趣啦。
对战开拓区吧，如果冇错个名系啦。大家冇冇哇哇哇哇，嗰条友喺度，唔得，翻嚟回血色我要。痛到黐孖筋，系咪可以飞翻去而家 ？Yes， 好。他人打，虽然终于都打赢啦，其实都 OK 嘅。只要黑老家再劲啲咧，再高咧啲，可能99咧咧，咁就可以用等级压制嘅，暂时性，因为太鬼犀利啦佢嗰啲虫。有时佢一啲硬虫，譬如咧大钢蛇咧，或者超铁暴龙咧。我冇嗰啲格斗技啊，而家暂时，因为只大力蛙亦都未够 level， 哇，好多好多熟悉嘅训练家呢度，我的天啊！哇，佢唔同我打啊 ，yes， 咁我都唔同佢打啦。往前走自然又有嘢喺前面。诶、呢个边个嚟噶？吉利蛋哦，有吉利蛋啊，带个好东西俾你。46呢啊，升呢，算唔算升呢好地方喺度？414经。好少咗，少得好紧要，系咁走啦。搵你爸话啦，唯有真系。你有蜂蜜吧？有蜂蜜我可以同你交换。哦，大蘑菇呢啲啊 ，OK。搵咗呢个先啦，马骝仔。喂，佢会唔会一嚟用马骝仔嘅？拎我只地震鱼出嚟先。我呢度咧遇到咧管主电刺同埋呢个大叶啊，据我所知佢哋咧基友嚟嘅，经常咧互相竞争，所以咧系劲敌嘅存在，好想过去挑战佢哋。但系咧我要带到一条友进行四人打，好，你等我师傅咗先，唔愿意吗？好，咦唔系、哦，隔篱嗰个系咪啊？你注意到嘛哥咧，两个着得好酷嗰个训练家嚟啊！我上前挑战佢哋，佢唔收我，话只接受双打，睇嚟唔睇唔起单身喎、哦，愿意啊？可唔可以做到约佢哋？哇，好就同你组队啦！只能带三只精灵、哦，咁啊，静下先啦，唯有迟啲我得闲发。哎，板木、哦、真系久违啊，好耐咧都冇同训练家对战，估唔到咧遇到你咁难缠嘅训练，话真挚喺嗰边。大叔，你都唔系训练家，两眼对射手，但我就估你几犀利。训练家同训练家战斗唔系理所当然咩？大叔，同我打场啦！既然你咁坚决，咁我冇办法。我仔大概同你差唔多年龄啊，只眼银好似，求之不得啦！土台龟，大阵风，见到啲咁弱小嘅精灵系咩噶？睇唔起我啊？弱小嘅精灵，你系大阵风，系我后生嘅时候啊，喺上盘森林培育出嚟，哇！玩咗三十几年呢啊，可以有几百呢喎。好，一直持有嘅精灵，你呢啲啊，净系识啊用外貌啊使用价值，同埋使用价值咧判断精灵强弱嘅训练家，大概咧冇办法理解到佢嘅强大。接招啦，嘿，一定话好快定乜鬼嘢？好快系啦，真系好快，用地震还击系咪弱智噶？佢飞喺空中点会用地震啊？大阵风用双针，哦。哇！睇呢个动画就觉得大中锋好犀利，笃得哦，玩完啦即刻。感叹号啊！点点点好强。而家嘅话咧，你仲会话佢系弱小嘅精灵？决定精灵嘅强弱唔系精灵嘅本身，而系训练家嘅自身。哇！咁犀利嘅版木，嗰啲咁深层嘅意义嘅意思嘅，今次真系受教，多谢指教。咁我翻去精灵中心先。好。可以浪费时间唔多啊，虽然咧仲未咧了咗原本嘅心愿，但系距离约定嘅日子已经唔远，我嘅部下大概已经等唔住。约定嘅地点上半森林，好快就可以咧重建我嘅集团。大阵风都可以载到人，唔系话讲笑呀？啊，市场嘅体，市场嘅科目系体育。睇嚟我要揾只重升啊！你知道？瞓觉哇，低 B， 黐线解瞓果。走一走先到，过未？水箭龟，瞓觉，冚都未死。毒蛙，毒蛙嘅话，飞行啦。好，超铁暴龙，地震啦。地震，火爆猴，地震，毒豆蛙，地震，火爆猴，地震，抹边怪，转一转重啦，咁唯有
转只奇异花俾你咯，好冇咧？转呢只俾你啦，系催眠，催眠啊！俾人斩死咗，心眼阳光烈焰。OK， 呢度去边嘅咧？吓、啊，呢条边一条路嚟啊？好，呢度有双打唔打？浅红市哦，浅红市系草艺道馆系嘛？诶，唔系狩猎场？咦，听我老豆讲你劲、啊，你一定要参加捕捉术。喂，唔系啊，我想去精灵中心啦。咦，唔系呢个呢、這个唔系草艺道馆、啊，呢、這个系毒系啊，毒系道馆、啊、好似。OK， 睇先，而家我系喺。我而家喺浅红市紫渊镇，其实呢一度应该可以上到，我上到去呢个华南市嘅，系啦。我先去浅红呢个道馆睇下先。啱啱出咗去修行，好，咁我哋去揾睇下呢一个有咩揾啦。参加捕捉术，等你咩啊？等你预存咗六。从方圆地区带嚟六隻精灵后再嚟，吓啊唔系喎，呢、這个好似系通讯捕捉嚟嘅，并唔系啲咩狩猎区，我记得啦，系啦，狩猎区嘅时代完结啦，佢话有咩买？提高精神处理攻击，呢啲我有齐啦，诶、欸、呢、這个好买一个先，让对手化怒，只会使用直接伤害哦。冇得用变化技，呢、這个好用。好，這個、呢个咧，气息腰带、抗草果、抗超果、抗虫果、抗飞果，冇啦。好，其实我唔知咧呢一个果实咧，其实可唔可以种到啲？因为种到啲嘢出嚟嘅话，我就好有用。放啲解毒果喺度试下先。解水果，好，试下睇下种唔种到啊？因为种到嘅话，啲果实好有用。要嚟升咧又得啊，练努力值又得。好，究竟喺边呢个训练家？再嚟睇下先，呢、這个乜水啊？嘢关咗呢个狩猎场咧，腾出咗空地，今次换做老豆喺嗰度整经营嘅联动嘅经公园。好，用碎片换果实，碎片换果实。喂，我系咧碎片同埋树果嘅交换啊。交换。做乜？喂，做乜嘢喺度啊？佢管住。我正喺度咧进行精神嘅修炼，请你咧唔好打扰我。咩话？你嚟挑战馆主？失礼啦！我就系馆主，我从来唔拒绝咧训练家，我要翻去准备一下先。好，过去抽死佢先啦。OK， 一嚟用黑老家。诶、欸，你又入咗去？嗰日你又嚟咗浅龙道馆睇下，呢一个就系我啱啱攞嘅徽章啦。咁已经攞到一半啦。而家嘅我想同你打，黐线嘅真系。我一出嚟就要打，哇！呢又要走呢度地震雨，跟住用冲浪啊地震假面长尾，阿卢加阴谋溶解液火焰喷射，搞错干鸟阳光雷电丝地震雨地震地震。高超鸭奇异花催眠粉，催眠催眠唔到，地震雨啊咁样，地震地震，哎，仲我热水，利多摩啊大镬啦！呢度干鸟啦，唯有得翻两只，片死佢，打死佢，卡比兽。某程度上嚟讲都几大镬，卡比兽诅咒片死佢，片加咗攻击防御，减咗速度，系啊，减咗速度，咁即系我一定快过佢啦。催眠 ，yes， 哎，解碎果，龙星群啦、啊，都应该都死唔到噶啦呢只，系啊，死唔到。太难打呢、這个，
好，我哋今次嚟到呢度先，下集继续打浅红道馆，系咁先，拜拜。